丝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我叫白雪。好，那非常非常开心，可以在我们的年假第一天跟各位的粉丝朋友们见面。那就是我们 Innisfree 呢，就是非常非常荣幸，好，就是在一月呢，就是可以跟我们的再睡五分钟联名推出非常非常特别的联名组合，然后也举办了我们今天的一致店长的活动。那因为现场呢，我们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粉丝朋友，那我可以先听到各位粉丝朋友的热情的欢呼声吗？对，那因为现场的粉丝朋友们应该都是我们的弟妹的粉丝吧，对吧？如果你们刚刚的欢呼声的话，我觉得弟妹应该会直接转头上二楼。对，来，大家让我听到一次大家的欢呼声好吗？想不想跟弟妹就是近距离接触？好的，那这边帮我打个岔哈。现场除了弟妹的粉丝朋友，有 Innisfree 的粉丝朋友吗？那我们活动呢就到这里，你们帮我拿下来。好，开玩笑，开玩笑的。好，那因为我们活动呢即将要开始了，那我们今天的一致店长的活动呢，我们除了邀请到弟妹来到我们现场之外，我们呢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只要呢现场的粉丝朋友有购买我们的就是跟再睡五分钟联名的礼盒，今天就可以享有跟弟妹合照的机会。对，所以呢，对了，所以这个的话是我们今天独家的活动。好的，那大家呢应该是迫不及待见到我们的弟妹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加尖叫欢迎我们的弟妹出场。我能买的我都买过了，对，所以当初呢知道要跟 Innisfree 合作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希望能够促成这样子的合作，因为不只是对我自己，因为我很喜欢 Innisfree 这个品牌，其实对这次五分钟这个品牌是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嗯，因为可以跟 Innisfree 这样子这么优质、这么高质感的品牌合作，我觉得就是让两支都非常加分的其实。好的，谢谢弟妹的分享。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嘛，在十五分钟最有名的商品是什么？安红，是安红对吧？对，那我们一定是那最有名的产品是我们的茶啦，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绿茶，有红茶，对，所以我觉得这次呢可以跟就是在十五分钟联名，真的是我们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荣幸的。好，那因为我们这次联名的话呢，那我们当然有推出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的一个跟在十五分钟的联名礼盒。对，那我可以请弟妹这边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次我们的活动的这个礼盒的内容吗？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呢，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礼盒。那这次我们让肌肤再睡五分钟，就是有没有让肌肤再睡五分钟，就很搭这样子。然后呢，因为让肌肤再睡五分钟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有类似的红茶精华的这个样子，然后加上我的小卡。那里面呢，这次礼盒总共会有蛮多东西的，我觉得这样子让大家看到的是。
们非常可爱的小花暖暖袜，这是我们特性设计这次礼盒的赠品，它是本人长这样，还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子的表情在礼盒里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红香柚红茶茶包，然后这个是我们在35分钟的研发亲自挑选的茶，然后放在这个茶包里面，大家就可以回家泡来喝热热。好的，那我们这边呢，要请金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这次这个礼盒的概念是什么？我们这次礼盒的概念，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让这一批拍摄的时候，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通常女生可能保养的时候，就是洗完澡啊，然后擦保养品。那洗完澡之后呢，可能要在睡前就会想说来一杯热热的，对，没错没错，边泡茶来喝，然后边保养。那冬天的时候，如果你的脚会冷的话，就可以穿上我们的小咖暖暖袜，就是整个非常疗愈，然后又舒服，然后又香的一个呵护自己的时间。对的，谢谢大家分享。对，那所以呢，那因为我们今天的编号有看出这一个是我们的在十五分钟联名礼盒的话。那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提到，如果你们就是呢，我们在整个活动的最后有购买我们的这一个礼盒的话呢，就可以跟店员合照，对不对？近距离接触。那大家如果有说喜欢的话，都可以带。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女生非常好的一个保养品，尤其如果你过年的时候要回家，对不对？如果要买给家人、妈妈或是妹妹啊、姐姐啊，有需要带一些过年的小礼物的话，这个非常适合，就是女生们一定都会非常非常的爱。谢谢。来，那因为好，那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推出这个礼物的话，我想要请一下弟妹自己有没有用过我们红茶？有，当然有，当然有。有吗？那我想要请一下，因为在场的话，大家一定很想要更了解弟妹，对不对？对吧？对吧？有吧？好，那大家知道弟妹？想了解，我好想了解。有没有想要了解弟妹的？有。好的，那大家知道弟妹是什么肤质吗？大家现场朋友猜一下，看你们有多了解她。我是知道了。哎、欸，是根基，老师是根基，是根基。所以弟妹是什么肤质？根基。好，根基。不要讲这么大声，这个很害羞。啊啊啊！这个很害羞。它是完美的肤质。对，没错，没错。发光的肤质。它为什么会发光？就因为用了我们家的红茶精华。好，那我们这边请弟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她自己使用的心得，好不好？好，那大家看一下红茶精华呢，其实它就是用80%发酵的红茶来制作的精华。那通常大家对精华的概念，可能会觉得它是很稠，然后很黏。但是其实呢，我们这个红茶精华它非常的好推，然后非常的不黏，就是把它整个抹上去之后呢，你的皮肤就是非常的保湿，看，非常保湿，非常透亮。那我自己因为是干肌嘛，然后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晚上你那时候为了追剧，有没有？就大家可能会熬夜啊，不睡觉。那其实你在睡前如果有擦这个红茶精华的话，隔天你的皮肤就会很水润，然后很保湿，然后气色也会变得比较好。因为我们家的红茶这一瓶精华，它其实就是设计给如果你经常会熬夜啊，像我们有些粉丝朋友们，听说蛮早就来到我们现场了，对不对？6点呢？那6点的部分嘛，对不对？对，那所以他可能昨天几乎没有睡觉。对对对。那因为我们今天呢，当然要见到我们的弟妹，那我们的皮肤当然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是最完美的状态。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我们家的红茶安瓶就可以帮你做到这样子的效果。是的。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弟妹自己使用完一段时间之后的感受，就是它的质地呢是非常怎么样？非常好吸收，然后我自己是不喜欢太黏的东西，虽然我是干肌，想要很保湿，但是通常保湿可能就会让人很黏，会觉得不舒服，反而肌肤会没有办法呼吸。但是这个红茶精华就是它非常好吸收，它是皮肤都不会觉得很黏腻。好的，那你自己使用完这段时间之后，你除了觉得皮肤有比较光泽之外，有其他的觉得肌肤有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可能熬夜没有太着重在保养的话，就会整个气色变得比较不好一些。那有些时候呢，因为如果保养，尤其是女生，如果你年纪越来越大的话，你的肌肤的弹性也会比较少。那擦这个的话，其实它会
谢弟妹的分享。好，那我们呢今天呢有关于产品的部分呢到这边哦。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日子，过年。过年，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弟妹，我们过年有什么样的计划？过年哦，其实我觉得今天就是过年的第一天年假，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就是大家愿意在第一天年假就来这边来看我，看到大家也都非常的开心。那就是希望今年过年，其实因为台湾疫情也比较比较严重一点点，那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然后呢能够回家跟着家人一起团聚，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那如果要买小礼物回家给自己的家人或者亲朋好友的话，可以参考我们的战术五分钟的跟 Ministry 的样机屋战术五分钟的降临迷你礼盒，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真的非常开心看到你们。好的，那我们谢谢我们今天也是店长弟妹，谢谢你们。好的，那我们在场呢，就是所有的粉丝朋友们，那我们呢今天。